睇日出港南，名丧国道314。呢度以壮丽嘅景色而闻名，亦系欣赏日出嘅好去处。50几岁姓郭喺鲗鱼涌开茶餐厅嘅东主，陪老婆翻客十探亲，亦顺道去睇一睇。佢哋一行7个人，由老婆姐夫揸车行314国道去270里外嘅塔什富尔干县。唯因为天色太黑，佢哋赶时间去睇日出，太迟发现部拖拉车。坐车头嘅郭老板同后座嘅外甥相撞死亡，老婆亦都因为脑积水留医客十，入境处职员陪同死者家人抵达当地提供协助。